好的哈，这里是刘小毛，这个是交易日给灵芝做的那个定制的胸针，定制胸针系列第二趴，材料准备好之后就可以开始啦。首先就是把想要的那个字体用铜丝给熬出来。这里讲到一个技巧，就是我习惯用那个把这个铜丝熬好之后放到那个胶带上面，这样子的话等到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，不用说一颗一颗的去找了。第二步的话就是把那个就是金属框的那个底层先罩一层透明的，是为了防止就是之后做的话不方便。然后下一步就是把加了人鱼菌粉的 UV 分三次把它铺在金属框里面，这样的话首先颜色更加的饱满，看着比较有厚度，更加有质感。为什么分三次，也是为了让那个UV 胶可以干得快一点，然后就可以再铺一层透明 UV， 把灵芝的字调整好位置，再加一些封润物贴上去就可以了。对了，还要加那个那个什么来着？对，那个胸针的配件在底部的位置，是不是超级简单呢？但是想法是要想很久的。好啦，期待下一期视频吧，拜拜。